欢迎回来，这一趴欢迎我们模型界最中意的乔老师。哎呀，阿仲，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乔仲哥，好久不见，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怕大家已经忘了，我怕一些新的年轻人不认识我。对，我已经是上一代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乔老师。上一代，2017人物。哦，好像2018还没出现过哦。2018才刚开始。也是。2018一月都还没结束。对，也是。上一次，上一次来就是那个展的时候来的，对不对？十月的时候。对。可能大稻埕，大稻埕假日应该也是，对对对，人也是蛮多的，人还蛮多的，对啊。可是那边还是算是住宅区嘛，也其实那边蛮多观光客的。那边应该已经、哦、真的吗？那边应该已经变成一个景点，对对对。大稻埕其实对，那个时候会想去那个地方尝试就是这样，因为那边就有那种文创，很多文创商店，然后很多那种小。比较那种比较独立的，对，很多那种咖啡厅、啊、咖啡厅 啊，有啊，很多很多。我还有那种旧书摊，都很晚吧？其实蛮好逛的。很晚那边就很恐怖。对，很晚。我想说这个地方就很多按摩的地方，到底有没有开发？按摩，它就像只是按摩，一开晚。大稻埕现在都是现在都是古宅、啊，按摩是一种怪物，是不是？在黑暗里面才会出来的。我说按摩，白天的时候遇到的是草魔，在草原上遇到草魔，晚上都会按摩按摩，从墙壁跳出来，恐怖。按摩使用了抓咬，一跳出来哇！除了看那个有什么其他的？然后、哦、重点是那一团我们去全都是男生，嘿，然后所以我们就逛我们想看的那些，比如说大人的玩具啊，这种、哦、比较好，因为秋叶原那种比较重点的景点一定要逛。Okay, okay, okay, 好 ，OK 了 ，OK 期待一下。没有，就是我们可以去逛。对，那里面有拍吗？那不能拍吗？对，没有拍。那应该不能拍。可我们有去转原味内裤，哎呦，超恶的啦！啊、真的好恶啊！真的好恶哦、喔！转转蛋，那看到有一个转蛋肌肉，那现在都有那种转蛋、啊。对对 对, 對，所以你们有闻吗？我们没有闻、哦。那怎么知道？我们每个人都、啊、因为我转的嘛，我主画面我转，我转完一打开我吓死了，然后后来轮着每个人看，每个人都吓死了。对啊，画面超恶的，怕欸、对，然后我会怕、欸，我就我现在一想，我就很可怕。可是我可能会闻欸，不是。我就他都已经说原味了，带来，我就带给你闻，不然我就那你带来，然后你要用手套拿着，然后跟闻安全一样，对啊，这样子，对我们每个人用完就去洗手。不是，如果他标榜原味内裤，但我这样一闻就不是啊，就新内裤啊，那就是那就是炸漆啊。可是它里面有一些东西分泌物，它有真的很恶、哦、到时候你们可以看这影片、哦、我不行，搞不好拿擤鼻涕啊。对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那也是很恶心。对，没有，我在想，我那时候在想那画面说，这会不会是一个中年大叔穿过？对啊，对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不管是不是中年大叔，还是漂亮女生，对，他都很恶心，都很脏。那个东西，我们是都有霉菌。中野那边有一个二手玩具的那种大楼里面，有然后有很多很特别的玩具，然后刚好就有一间都专门卖这种。奇奇怪怪，天哪！然后就好奇转了一个。那你们那个内裤的影片之后会传？会啊，会上去啊。到时候再看，再看，大家再看一下。真的有兴趣了。你们不是没闻啊？没闻大，我忘记有没有闻了、欸、因为我跟你讲忘记在看，就是在录，不要，我把那输的人闻了啦，不，那我等拿，我等直接打开拿出来，我已经看那个影片上传都直接戴头上录，已经都失去记忆，然后结束打开这边整个发炎的，全部这样子，哦，好恶心哦，我天哪，直接一条直接整个，人中好痛啊，哇，人中好痛啊。快打我的裂烤力，稍微一点的啦，我的天哪，人中好痛哦，对，变赵薇钢蛋哎，我那个时候看到我真的傻眼，就是哎、欸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然后我就很好奇是真的假的，然后他们每个人都看我脸，为什么那么奇怪，那么恶心的脸？我说不然你们看，就一转过去，他们全部吓散了这样。哇塞，哇、哦，那个一定要因为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过那种东西，我没，谁有看过？谁没到没？我有看过类似的机器，对我就转了嘛，然后那个内裤就。黑子忘了，可你可以看到里面一颗一颗就转蛋，然后转开，然后哎、欸、有一个花色看到，然后它就包成一球，然后就开始把它折开。大家有拿过女生内裤吗？就把它打开，往下打开以后，一打，哎呦，哇塞，好可怕！你打开个蚕宝宝我都信啊！哇靠，我傻眼了。我希望他们是故意用那些东西，对，我也想把它装饰的很像，我也希望很像是分泌物，然后不要真的，比如说。他们调一个什么水，这样故意这样喷一喷，也不用调什么水吧，拿个木瓜牛奶滴上去，放个两天那个，那应该你们差不多味道是一样的，会长菌吧？
好了，下次你要染色，你为什么不长虫啊？下次我去，我就转四颗，然后来。不要，你转一颗就好，一颗给他秀一下，然后你可以记得把自己留的纹就好了。带包东西放到那来就好了，不要带那东西过来跟我。哦，好了，哦，好酷啊！大概招100个，看到没有一个女同学，超少的。哦，对，通常来的是不是压着男朋友一起来的那一种，就是他硬要看男朋友，对，硬要看不是硬要看男朋友到底是不是真的来上课，然后陪来的。这么夸张？有啊，也不是啦，就是会来陪伴，就是、查情一下，说好是陪伴。我回去知道，回去的时候还这样，刚那个人为什么一直看你的钢弹？真的哎。为什么你刚什么关系？他妈的，他是我老师，他不看我刚才看我老二啊，奇怪，不看我刚才看我肛门啊嘛！哇，这个梗就好凶，超凶！对啊，主刚普拉嘛，对啊，邀请你们来当全部都女生也太难了吧？跟我们什么事啊？到点啊！你居然全部是男的找我们去，我们当助教也帮不了任何的忙，真的。然后帮你把刀子拿给你，就坐在旁边帮你拿一些工具。而且，我说，哎，写口钱，谢谢。对啊，而且你如果想要找一个全班女生的话，那你才不能找我们三个去吧？找我们三个去，戴口罩了吧？就戴口罩，然后竹竿戴，然后这样，然后我们就拿那个钱，对。然后比如说，我说，哎。框架 A 给我，框架 A， 另外一个左右两边各一个嘛，另外一个不知道干嘛在旁边擂茶这样。为什么啊？跟模型哥没关系啊。乔老师是隔壁的咖啡店买擂茶的，太怪了吧？框架 A 擦汗，我要帮你擦汗。其实好像还蛮有趣的，拍的影片应该蛮好笑。可以，你可以做个特殊单元，真的。还是你要提供这种服务，就是大爷来店里组模型，哇，然后我们提供就是这种妹子在旁边，对啊，服务生，让你想到他说，哎，给我写口钱，哎，是主人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来给我框架 A， 然后做一半十万，对，然后做一半帮我擦汗，有点紧张，就是跟剪头发旁边的一个助理那个，然后会你有头发掉，对，他就帮你刷掉，然后一直要刷你鼻子，有搞头，可以，就是这个全部的要求都跟他要求的，对。给我什么？大爷，帮我拿一下那个夹子，帮我拿一下那个刷子。把那这是我家钥匙，帮我上次那条内裤拿过来。上次内裤三角，又是内裤，太恶心了。再给他距离，给他60块，再帮我扭两颗内裤。哎，那颗内裤500块日币耶，我也要吐血。500块日币也还好，而且他就只是都100块，很多很贵啊。台湾很多扭蛋也100啊。哦，对哈，对啊，还好。比赛像比如说你去年前年如果有参加的话，八九月的比赛，你大概什么时候会知道要？这不2个月前会有那个比赛的主题？对啊，两三个月前没有，就是比赛的规则会出现啊。你现在都可以准备，反正规则都差不多，它不会变，它不会说哎，突然今年的比赛不能做钢弹哦。对，哇，太过分了！今天比赛只能用脚趾哦。今天跟模拟比赛，但是我们不能用钢弹。今年不能喷漆哦，今年不能散射，只能用脚趾哦。而且大家说啊，怎么办？今年这样改一个这么大规则，然后旁边有个人用脚在举哑铃，我早就料到了。不用举哑铃好不好？你用脚举哑铃是大腿变壮的，脚趾也会变灵活。他就用脚在练音打的，他就已经准备好了。现在都滑的，不用音打。好吧，触控音打。哎呀，哎，这个真的，这不是我们文奈，这天使文奈嘛？天使是不是？是不是天使文奈？我不知道，你确定了吗？确定天使文奈，是阿克西斯文奈，是阿克西斯文奈，看个。哎呀，可以强哦！哎，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看到那个，你看，哇，认凶魔人了。因为钢弹模型里面有凶的也不多了，真的啦，超级文泰，对，超级文泰，哇，超级文泰老师什么时候？文泰老师就会打喷，在做节目做到一半出来，哎，怎么有点冷？耳朵痒痒的。最后一题，我最后一题，这题决胜负了，定胜负了，这题不能错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是 A186 车尾灯吧？对，胸口我知道了，那个 Mega Size 钢弹，真的吗？嗯 ，Mega Size 就是1:48，对 ，Mega Size X87 吗？78，对 ，Mega 的 X78 是吗？对，开，哎，哇！太强了，我终于好强啊，终于有一点。
活在这世界上，哎、欸，好强啊！而且压线还压线，真的厉害，哇，真的真的哦，真的感谢。那其实严格讲起来，刚错的那两题其实也算勉勉强算对，感谢我的。就如果是大学考试的话，可能会给半题的分数。厉害厉害，我可以去面试就对了。可以，第一阶段笔试已经过了。厉害厉害厉害，下次只有万代 logo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那万代 logo 你知道露一圈边边，露一小圈边边，我应该可以。下次就是不要太难，就是。刚才的武器的一角这样就好，对，枪口的，所以今天那个桑尼要送我200粉丝，对，我的英文名字叫九令啊，真的九，然后令啊，我不是姓林，九令啊，那是九令，九令啊，九，那不是一样九，对，九令嘛，哎，还蛮酷的，Teacher九，对哈，哎 ，Teacher九耶。耶、yeah. ，干嘛？你自己那网址不是你自己弄的？就我老婆帮我想的，我有点忘记，所以难怪讲那么心虚。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可以。哇、欸，散的哎、欸，而且头怎么断了、欸？我们要煮吗？要煮是不是？不要煮。我觉得不要煮。我们把脸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好。怎么会？看看凶器吧，这有一种人魔的感觉。嗯，对，看凶器。哎、欸，这个 OK 啊、哦哎。把头的位置。擦掉，不然这样看起来有点恐怖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对啦，有点恐怖。总这样，很精美呢，看屁股，看屁股，真的，哇、哦、现在的精品越做越好。Wow、有赞助过的、嗯，我们要直接从里面抽出来。人数还没错，只抽一位，这边吗？这个只抽一位，还是我们要把头跟身体跟底座分开送？太危险了吧！我们可以抽三位，而且盒子也可以送。然后你们在现场活动时，他们在拿头来相聚。其实你、啊、是你哦，哎、欸，逗一下，逗一下，逗一下，哎、欸，有是是是。网剧认人，以前都拿一朵花，先拿一个头了。哎，谢谢这个庆宇，庆宇，恭喜你啊，庆庆，是是是是，编号97，恭喜你得到了这个飞头满 Hancock， 好不好 ？Hancock， 我们第一次玩 Hancock、yeah, 手机，不是啦，手老二，手老二，韩老二。